林那里的尖叫声。有举手，就是没有给灯光而已。哎，而且还蛮多人的。哎，真的是，都已经举正面来看不到。哎，不要举过拳头，要这样子。哎，举脖子比较看得到。哎，因为这边比较白。好，你那里，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，是我们过去在跟部落的老人家学的一些聚会应该可以唱的歌曲，然后可以去感受，可以去想象过去长辈们在部落谈恋爱的方式，就是用吟唱的方式，互道辛苦的方式，也是用吟唱的方式，那我们就用了不一样的曲风，对，那个曲风叫做阿根廷舞曲，漂亮。那我们要去换第六套服装了。阿根廷听说都没有穿内裤的、好巧，我今天刚好也是穿到膝盖而已。好，布西利布鲁是我们的一个古调，然后用不一样的风格来跟大家分享。然后老人家听了也是会笑一笑，也蛮可爱的。这样一边听，就看一下我们那个，这个我们是我们好茶的，然后到我们的老人家很可爱这样。然后其实就是小卢凯音乐传唱队，就是顾名思义，就是它有传统的东西在里面。那我们很喜欢传统的歌谣，那就去跟很多的老师都在这边这样，然后去跟他们做学习，然后把比较老的东西用现在的方式做改变，那希望可以把很多美好的东西可以传承下去这样。这首歌叫《不息利乌鲁》，不息利乌鲁，叫做唱歌到天亮。好了，不息利乌鲁先给大家，谢谢。
那个唱了。